这儿这个坐也是坐这个游轮旅游，是一个英国的留学生，然后就过来说那个他听不懂你们说什么，说让我帮忙来过来翻译一下。然后我客人就说那个啊，就跟他说了，就点东西，我说他们都吃完了，我的东西也没来呢，他给忘了。然后紧接着他给翻译，后来服务员说了一句，我已经跟他先生说好几遍了，他点了一首歌，刚才已经弹过了。